你还欠别人的，你感觉没有啊？你讲你讲，你感觉啊？不应该是。拿着枪挤就好，挤不进去，我跟你说。那些不好搞的，三斤几妹。他到前面来好点，把哎，你讲疯一点嘛，都疯这么多嘛。他不听，太粗了。我跟你说不好搞的。说交枪是不是万能的？就说交枪不是万能的。在前面来。前面什么的？啊？怎么感觉不平啊？